昨天私信我说啊，蟹子怎么分公母？梭子蟹分三个品种，就看它肚脐，最上边的是公蟹，中间的是二母蟹，最下边的这个是母蟹。有人就会问二母蟹是什么？二母蟹就好比小姑娘没结婚一样啊，她只要和公蟹交配完成，就会变成母蟹。老铁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给个双击加。昨天晚上刚开直播的时候，有的老铁和我说，你为什么这么拼啊？别的小伙伴都回家了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可谁又能懂得我们这个年纪背后的辛酸？今天拍一个鲍鱼跳舞的视频，哪怕只有一个人给我点亮小红心加一关注，我也感觉知足的。祝双击关注的朋友学业有成，工作没有烦恼。看我今天晚上8点钟左右赶海直播。朋友们，这种鱼叫狼鱼条啊，它经常生活在深海地区，所以眼睛进化的基本上没有了。它只要一遇到危险，它就会张大嘴巴来威慑对方啊。进来的好朋友啊，双击扣个9啊，祝愿咱家老铁2019越来越有啊！这是我放生的。别人最怀念的就是小时候拿个漏勺来到退潮后的大海边，来咬这些搁浅了之后的小白虾。这种小白虾不但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味道也非常的鲜美。进来的朋友吃过的双击扣个1，没吃过的双击扣个2。喜欢赶海，喜欢海边人。有人。